OK， 我们来斯伦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可以缴费用，还有购物，还有先做可以。我申请了一张，对，你要说。然后他能去哪里领？他可以去哪里领？只能在邮局领吗？这边可以领吗？我不晓得呢，我住在邮局里，所以在银行都可以领。这边不能领，这边不能买东西吗？我那个啊，中了200块，可以这边领吗？可以。是领不行，可以买东西。商品，然后200块。块就存在 iCash 哦，一卡通。啊，要刷 iCash 啊？要 iCash 吗？它直接存到那个一卡通里面。我们总共中了200块，然后搞了一大堆。200块。好了，我们中200块了，带回家了。我以为是中200万呢，结果中200块。不过前面数字都一样了，后面差好几个零而已。下次再努力。